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视频之这个国美中局势啊，今天是2024年6月3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晚上时间。这个大纪元啊，这个洗钱案这个事情啊，这个刚刚虽然做完节目，但时间有限啊，很多观众说啊，这个是分析的还不够，里面还有很多个点要可以。尽可能的深入分析出，看出很多更多的点出来。这其中是也是是表达啊，可以分析到更多的内容出来，分析啊看点出来啊。其中是交给你，你觉得还有哪些看点可以深入的再分析出来？好的，我首先这个事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啊，代表了这个就是首先我同意的路德的那种分析啊，就是说它背后确实是有这个，它不是孤立的案件，也肯定有这个超乎想象的这个很有实力的这个和黑帮啊之类的勾结的这种势力，说白了多半就是跟中共相关的这样的东西。因为比如说这个美国人的数据啊，这些这个一般情况下你是拿不到的这种数据来源，这是之一。另外就是说，路德分析到那个他的稳固程度啊，或者说他能稳定运行这么长一段时间没被发现，这里所以说这里边就代表了他这个组织的这种严密性啊，确实能说明他的这个跟，当然这是咱们分析啊，肯定是跟类似中共这样全世界最大黑帮，他肯定是脱不了联系的。另外，我就想说呢，这个能说明一件啥事儿？就是说，咱们明面上能想象的，就是咱们已经看到，就是比如说超限战，咱们以前其实就是了解到超限战这个概念之前呢，肯定很多人都没有想过，就中共会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去侵蚀，或者说去颠覆这个民主西方这个自由世界啊，民主的这些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然后咱看到的是，比如说病毒战啊、金融啊，或者说他用这种生产力的这种贸易胁迫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比较表面上的，而且是只要他做，其实就会被发现。那至于怎么去追究他，这当然现在今天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另外那个就是去质询不服提的这个事情也是很大的一个进展。这顺道提一嘴，所以说这个明面上的这些是一方面，还有更深层次的是昨天提到那个英国说有多少多少个这种间谍啊，说白了。是这个大纪元这个事情就体现了一个点，就在于你就是光知道他有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他们都在干嘛，对吧？他如果是说，去直接去养这些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渗透进来的人的话，他中各让中共去干这件事儿，他也养不起，所以他肯定是在进行这个一种生态的建设，就是说我一定要人数够多，我还得有资金来源。然后，所以说这个像大纪元这个事情就能体现出来，他是在这个，就是想方设法建立他这种犯罪生态的这个过程，而且他你能看得到，他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效啊。当然了，这他的这个破坏性，就是不管他能否支撑他的这个整个，比如说渗透团体的这个真正的开销，他也就是。只要我能，害入你的这个系统去搅乱你，然后因为这个事情被扒出来，它不光是说，就是正面的是我把这个犯罪的这个人呢去给他揪出来啊，整个这件事情扒出来，他还有非巨量的这个善后的工作要处理，就是说，那些比如说被他利用的这个冒名顶替的这些人，你需不需要有赔偿啊？人家的这个。记录如何修复啊？这是一系列的一个非常大的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也是这个中共一家实施的这种，当然现在存疑啊。但是我们都是非常相信，从我这个一些很明显的迹象，它不是类似国家级的这种力量就没办法支撑的嘛。所以说，它如果这些生态，就是当然这也是暴露出来的一种，就是它肯定变成了一种。有一些这个
自发生长的这种能力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是说，我相信中共也没有那个，这个完全的实力把所有事情都设计好，但是他可以把他能就是攫取到的这些资源，比如说这数据库，哎，我就拿出来，这很多团队，你们挑吧，你们看这个谁能干坏事儿还能获益，那就分吧，对吧？这之前咱们也大概说过他这个模式，他肯定是有这种模式的，所以说。这个给整个这个西方民主世界，尤其是美国提一个大醒，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会有非常多的形式，就你意想不到的这样的这个进行破坏的形式，还不仅限于，比如说扔个什么粑粑雷啊，然后做个铁道游击队啊，那都是太小儿科了。现在来看啊，虽然那种事情的破坏力也非常大，但是呢，实际上它还有很多暗中的，就是说。如果把那些事情的比作这个武功的话，它还有很多文的，就是这种利用骇客呀，或者说你的这个法律啊，或者说整个福利对你福利系统的这种破坏啊，就是你想它这种冒领，它对于整个它这个系统也是一个相当大的破坏。它就是我这件事情实现了以后，那你这整个系统就会受到质疑，对吧？你们都怎么回事？这个原有的，比如说认证啊，比如说它就会。你在一个正常状态下，大家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信用体系下运行的情况下，它非常节省成本。说白了，就是我不是这里边人，我也不会去申请，我也不会去干嘛干嘛。但是就因为这样，他们才造成了很多空子可钻。但是如果要想弥补的话，你就光是弥补这些漏洞，就会导致这个美国出现巨大的成本。所以说，这个事情就这个危害性其实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我就目前先说讲到这那些个，啊，你觉得有没有啊？因为现在大剧院现在有些说啊，是什么这个陷害啊这种，你觉得美国司法腐败啊，陷害，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啊？那当然完全没有可能了。所以说，就是第一时间做出这种回复啊，都是你发现没有，都是那种这个有犯罪嫌疑的非常强的人，他才会有这种。就是很无力的这个反驳，你知道吧？就是一下就把这个锅扣在人家执法机关上面，那你不就是说白了，你作为大纪元，就是作为大纪元一直宣称的这种立场，他这种话他都能说得出来的话，他就实际上是这个有悖于自己的这种初衷和这个对于这个。他们宣称的这种对民主自由的这种信仰，或者说这个相信的这样的，说白了就自相矛盾的一种说法。你要不相信，你在这儿霍弄什么呀？这么多好几十年，对吧？你在这儿干嘛呢？所以说，这个我是不相信他会有什么这个司法腐败，因为这个东西成本也非常高，人家就去。怎么？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盆子屎，人家能扣到你脑袋上，你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对吧？要扣也得找个什么这个，确实轮不着他啊。所以说，就是还这有一么点明啊，显。对，还有一你点，说，你看现在大纪元不是它很多嘛，很多什么自媒体啊，他们都是跟大纪元一起的，他每个团队都是六七个人，给他们又是做视频，又是做素材。啊，又是做剪辑，我一看嘛，都是六七，你也知道嘛，流量都给人感觉很高，实际上嘛，你看就都是有问题的，都是嘛假流量。还有他那些团队，你想，回头你看这领的钱原来嘛都是诈骗来的，然后包括他们还给很多议员啊去给他们站台，估计也有政治现金啊这种。那对。接下来会牵出一大批人啊，还有这些啊给的平时你说大学在那上班的人。估计这半个月可能能领到工资，那下个月还有没有工资领都不一定啊，因为什么银行账号肯定封掉了嘛，是不是？啊，你觉得接下来大纪元的这个走向会怎么样啊？它能我觉得反转你吗？能闻出这个味儿来，你发现没有一个事情，就是跟那个以前咱提到过那个谁啊，就是叫什么来着？在回国，然后他那个在人民大会堂里边那个哭的那个特务头，就起诉研博士那个货叫什么来着？啊，梁冠军。梁冠军，你发现没有？他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说白了，就是他们指使的这个一群底下的这个喽啰啊，就是巨量的这种几十万人的这种群体，
他一是必须得找到这个让它运行的这个头寸，肯定是中共给的。但是后来呢，就像我说的，他不可能老是你让中共这个，你就算一个人发，每月发个500、1000的，他其实他也发不起。但是他就一定要让这个团体去进行这些破坏的这些活动，他还不能让他去做这个正经生意，你知道吗？他如果哦，他要对组对织对，起来变成一你个说太对了。白，这个好事儿，那完了，那这个东西就白干了，人家就安居乐业去了，我就合法生活去了，对吧？对对，所以说你能闻出来这里边的味道，就他一定要怎么坏怎么来，就是说对，一定要到在时里候边把什么，柄，是吧？对对对，一定要在任何时候都有把柄，然后我还能用这个金钱牵制住你，你拿了我的钱，你说白了你就沾一手屎，你还就跑不了。我说，所以说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强的这个组织能力，就说白了跟这事儿相关的知情人都是跑不了的，都是脱不了干系的。当然不是说人家那些被冒名顶替的那跟人家没关系，那确实没关系啊。但是说这里边沾了这个事儿的人呢，他为什么能保密很长时间？那就是这个道理嘛。就是说你只要说，肯定没有你的好，甭管你是拿了500还是5000万，那你都是一样不靠谱。所以说他这就是又是体现到这个邪恶的代表，他不会去干正经事儿。就是即便是说他想维持这个团队，他有好事儿能赚钱，他也不会去干。你相信不？他就你对吧？所以说他就是有这么他不会一让个你去味道，他干一这定。些他妈的赚，就是这正规生意，是不是啊？对呀，啊，那你就分分钟就摆脱他的这个控制了，他肯定不会去干这个事儿了嘛。就是你有这个本事，他都不会让你去干。所以说，从这个点就能看得出来，这而且这个也还是那个意思，就是他这回扒出来了这一点儿是这一点儿。当然了，这是两部分啊，一个是他这个行为模式上，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大纪元本身，我觉得本身就是跟存疑的这个问题就很大啊。一是就像你说的种种迹象，他怎么就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影响力，但是实际上什么作用都没起到，这个事情就疑问就非常大。所以说，你说他是不是代表了这个，咱说可能性啊，或者说咱这个不指名道姓，这个我就说他有没有可能中共在那儿？咱们一直说这个原理就是小骂大帮忙嘛，小骂大帮忙，这是世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对吧？那小骂总得有人骂吧，对吧？你骂，而且你他叫小骂是叫小，但是这个你骂出来的不能小，他必须还得有很大的声音，只是他危害对于中共来讲，他的杀伤力非常小。对，杀伤力，他这小是在杀伤力，他当然不是说我的这阵仗要小，阵仗小了就没有用了，我阵仗又得大，然后我又得这个血里呼啦，但是我的杀伤力非得就得必须得特别弱，对吧？对，所以他去从这个角度讲，他这个团体的可疑程度就极其高，而且你说他受到这个侵蚀和叫怎么说呢？当然，他初衷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已经不好说了啊。也许人打一开始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也有可能是半路的勾兑勾兑，这个咱们来勾兑一下吧。这个咱们和平相处啊，画个楚河汉界，我这儿还有钱给你拿，你说你爽不爽啊？但是这个我钱给你个头寸，你也不能老拿，你得自己想想办法，对吧？所以说你去 build 一个你的黑帮组织。但是我教你几招啊，你这个组织里边干的事情一定要脏，然后你对吧？你不能有任何这个正经生意，那不可能。那你否则你的就没有信众了，对吧？你笼络不住人啊！你在一个自由世界里边，人家分分钟有点良知，可能就脱离了，对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他这个，我虽然讲的不是很系统，但是我相信大家有这个理解能力，能理解到这个状态啊，就是你鼻子提鼻子闻一闻，就知道这个没有好味儿，你知道吧？从这个事情，是的，没好味儿。那你觉得，大家觉得他们那，你觉得他现在这媒体网络很大的，接下来会怎么样啊？啊，你感觉？我去。那所以说就是，其实你要是从外围去调查它的话，媒体它有，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的媒，就甭管是不是商业的啊，就是说你是个媒体，你要生存，那你肯定要有你的这个受众群体吧，然后你得有你的，一般都是广告，靠广告盈利嘛，否则任何媒体其实说白了，所以这个盈利模式基本上都是广告，对吧？然后这个，他你。
就是回顾一下你这个媒体到底是不是在干这件事情？那你那些所谓你有没有那个相当含量的这种广告营收啊？这实际上我要觉得要查还是很容易查的。所以说，如果一旦比如说这件事情暴露出来，然后让他整个的这个媒体也好，就是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如果是功亏一篑的话，那就是100%他是没是咱们这个。才设想的这种状态，那就实锤了嘛，那肯定就是，对吧？对，嗯，就说白了就是，如果这立马崩塌，功亏一篑就知道啊。好，好，咱们这个话题先谈到这里啊，待会儿我们再谈另外话题，再见。好的，再见。